做鱼店的朋友，大家应该都有遇过这种问题吧？哦，顾客来到，嗨，发现到我们淹水 ，Oh my god， 这就是忘记关水的后果啦，淹了整间半间店了，你看，顾丽啊，先生，谢谢你帮我拔水，不用谢谢我们，那我也谢谢你呀、啊，啊，谢谢两位大爷，很累，很累啊。整间淹了啊！快点呐、啊，淹了半间店了、啊。做鱼缸的朋友都有试过这种现象。哎，你不是在帮我救水啊？拿这个倒去厕所先，倒去厕所先，就是这样了、啊，整间淹了、啊。他很开心的玩水嘞，鼓励啊！好彩顾客来到店，看到我这边淹水啊，救命啊！哇，今晚真的是。多高鱼的工作很多啊，我还以为我可以放工了天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笑了，疯了，太恐怖了，用来拔一桶啊，两桶，第二桶了啊，冤枉啊，第二桶了啊，快拿去倒厕所。